好了，把一首惊雷送到你的身边，希望大家永远支持山西阳江桃子，感谢大家。我中间就为天打地下的紫金锤，紫电我宣称火焰九家的玄机金天变乌云，我治病杀手呼啸的烟雨托，我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我手持的温月热，昨天打地邪气东山口不大选，我守得杀剑制服了旧正魔，天主教血磅礴，地太极八卦乾坤万物心上的命中解，他今天打出冰杀百万中就灭小野，九宫八卦尽在了我手，万物皆灭了三河斗，山虎击破生死大权由我掌控了妖魔吼，今日虎符了在我手，杀伐尽在猛虎口，杀中小能力夺权，世间的万物如疯狗，笑看红尘冷炽铁，历史修炼为成仙，尔等屈服这苍天，我的生徒干事出境界，故事没用这金力，仅只为你而立，多行不义必死必我死，生生求这忠义，弯月直道杀入九州，直取上将的屠戮，只被光误了我东吴，我在此踏足这江湖，我大权手中握，我脚头的犹如鹤，若加罗大显九穷尽舍，离隐前中起飘落。啊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大家仍然喜欢我，我就是来自阳泉的包子。